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我现在要变魔术。收看魔术 channel， 我是 Davio， 全新的单元魔术秀下情歌时间，所有的来宾在看我变魔术之前，都要献唱一句才可以看我变魔术，来看看谁比较会唱歌，超好笑 ，check it out。怎么？那一群没有人听过我唱，没有人听过你唱歌，就是可能要跟我认识十年的那种，我就很紧张哎。哇，你要唱歌？我等下好，两句你背不行不行，我会紧张，不行，你要给我看。好，准备情歌时间。Yeah. 雨下整夜，我的爱一直就像雨水，远至落叶，现在就是个魔术时间来了，魔术时间，哇，来姿态 ，OK， 给我唱歌啦，这边有一张牌，一张牌非常厉害，就是我对你的爱，咋啦？我感觉好像少一些什么，是不是少了一个爱？少一个，对不对？少一个，对不对？停下，一二三。那你这张可以送我？送你吗？对啊，那好可爱哦。不行，这个道具很贵。实力单身。好的，各位请唱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，我不变魔术，我手。会摇 ，OK。手上有扑克牌，等一下呢，我会先选出一张牌，然后你们各自一到十随便讲个数字。好，你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等一下你们想的数字加起来就会是这张预言的牌。最好。Oh my god！ 好，亮亮，请说你的数字是。Lucky seven。Lucky seven， 你的数字是？那我跟八。啊？八，我想一下，等一下，七如果加八的话，八十五，十五，哎，十五，对呀，哪有十五？有啦，十五啦，十五，哇！听歌时间，三二一，请唱。天黑请闭眼，我在你身边。却测不出你想要的预言。预言魔术来了，我是预言家，你是狼，你就是狗狼。你那不是预言家，是贝卡斯。这边有一个骰子，把你想要的数字往上放，然后盖起来，不要让我看到。好了，好吧，好，就完全不知道它是多少，感应一下，看着我眼睛。不行啊，满脑子都是你。好呀，怎么办啊？那我下班了。我操了，你慢慢想。六。哎，我瞬间数不出来。你以为我在闹？对啊。你以为我在闹？怎么可能？你以为在闹？各位观众，六。为什么 ？Oh my god！ 大六六大顺啊！我是大成，情歌大成功了。哇，这算接回去接得很硬哈。哦，是菲亚。嗨。情歌时间来了。好，三二一。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我现在要变魔术。OK。Magic time。变条绳子。好。软软绳子。对。稍微帮我这样摸一下它。好，手可以放开。怎么会这样子？这边放。千万不敢！观众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你可以帮我弹个手指吗？哦，哎，来这个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我什么时候唱？你要 cue 我？我要 cue 你。好的，听歌时间来喽，三二一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来看我的奇迹。感觉太有来了，为什么要配合你唱歌啊？我想不通哎。还是你要来一点周杰伦的感觉？哦，我这很屌，等等，周杰伦的。爱的，爱上你。我怎么被你 Q 唱两次？不要来，随便抽一张，随便抽一个你喜欢的。
是我喜欢抽的，不是牌。你喜欢插？你喜欢抽的是什么？你已经讲出来了。好，给镜头看一下，自己记一下，没关系，给我看看也没关系。独一无二的吧？黑桃 A， 黑桃 H， 就把它插进去，插你喜欢的地方，就把它丢在这个袋子里，丢在这个袋子。这边我看到一条绳子 ，Yes， 绳子等下就要找出我刚抽出的牌，对，找出你的牌，我用心电感应，你感应啊，是兄弟那种兄弟，接受到你的感应了，绳子呢丢进去，它就瞬间这样捆成一圈，一张牌，真的有一张牌，哎呦，哇，这蛮屌的，哇，它在里面自己绑起来哦，哦，我看一下，握过手。哦，怎么这样子啦？什么意思啦？你大老远跑来找我，要等你，你就为了掉出一张我的照片？那你可以把这张瞬间消失掉。好，这个很难啦，这怎么弄？瞬间消失，不好弄吧？哇！哎呦，魔术全融，按赞订阅，拍摄课，按赞订阅，下次见。你是不是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？赶快去订阅我的频道。对了，这条绳子在虾皮上架喽，赶快去变给朋友看，超好笑。